Miranda 高人气，粉丝尖叫连连。日本摇滚女团 Scandal 首度来马举办演唱会，一出场就让粉丝陷入疯狂。Scandal 组员包括主唱 Haruna、吉他手 Mami、贝斯手 Tomomi、以及鼓手 Rina。Scandal 演唱超过十首歌曲，还 Soin 娱乐最 live。